金钟关清新气质，宋慧乔被提名入选年度最美脸孔票选活动，右上方标上的就是南韩的国旗，但看看台湾艺人照片上的国旗似乎有点错误。不管是阿信、周杰伦、林宥嘉还是蔡依林等艺人，照片中的右上角都被冠上了中国国旗。欧美知名电影评论媒体 TC Canner 现在在举办亚太区年度最美脸孔的票选活动，但是被提名的台湾演艺人员都被冠上了中国五星旗，引发网友不满。但这次活动中国籍被标示错误的还有他。好歌声风靡全亚洲，但来自新加坡的林俊杰，他照片的右上角一样是中国五星旗，同样是让新加坡的网友很火大。而同样是被冠上五星旗的，还有贾静雯、林志玲、侯佩岑等等。TC Canner 先前举办2018年世界最美百大脸孔的时候，周子瑜获得第二名，当时他的照片右上角显示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因此网友也呼吁主办单位赶紧修正，将中华民国国旗恢复在台湾艺人的照片上。对此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赴立院接受质询的时候，被媒体问到此事，也表示不应该这么做。三立新闻周冠宇、李慧台北报道。